不是下班了，灯怎么没关？怎么有人在厕所弹吉他？就跟你说，不要在厕所弹琴，你什么毛病哦？欢迎收看今天节目。有没有觉得我们今天有个很特别的开场？我跟我们旁边的剪片仔熊，我们刚刚来稍微见了一下，献丑，献丑，我啦，你不丑，没有，我也是。我们不是在 cosplay Andertons 吗？Greeting, I'm Rob Chapman。这是模仿的太完整了吧？OK， 今天呢，我们进入一个比较跟平常节目不一样的环节，我们直接进入电视购物的环节。总经理现在要加码了哦。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个是叫做 Traveler 吉他， Traveler 吉他，Traveler 吉他，听他的名字跟他的样子就知道，他是一个给旅行使用的吉他，旅行使用的电吉他。其实原本的定义是这个样子，对。但是其实我觉得到不同的地方适应每个地方不一样的环境，可能就它会产生不同的效果。对，因为它其实是一个美国的品牌嘛，那美国你也知道，常常需要长途移动，他们可能都是开车，对，坐飞机，对，骑摩托车。如果想弹琴的话，就要带一把琴在身上，那标准的大小可能会太辛苦。可是，一般我们说缩小的吉他的话，常常就是整个一起缩小，就等比例缩小。对。可是 Traveler 的吉他，它的特点就是说，它这边的 scale 就是我们说从上弦枕这边到我们 bridge 这边，它的长度是跟一般琴一样的，就是所谓的有效弦长是跟正常的琴是一样的。对，所以说你在弹奏的时候，左手这边格子是跟你弹一般吉他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宽度。不会因为说，它变小了就变得比较不好弹。像我手上这个是，应该看得出来是 straight 吧？对，你这个型号叫做 Travel Caster。哦，你有记得吗？对，我有记 Travel Caster。对，这当然要记一下，我们推销产品的当然要。像它就是一个长得像 Stratocaster 的吉他，然后只有护板。啊，对，其实这牌子从92年就已经开始出来，1992不是民国92年，1992年，所以那个时候你看哦，它，你会看我这把吉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框框，它本来吉他就只有这一块。哦，就中间那一条。对，然后后来他加了一个，这边有一个就金属支架，让你可以这样撑在腿上。他其实还有木吉他这个牌子，我这个型号叫做 Speedster。Speedster， 他做广告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就是让一个重机骑士背后背一个这把琴，然后骑重机。这一块东西我觉得很有趣，就是它是我们弹吉他说要靠着的时候，你手要有个地方靠。对，所以像我这把琴，它这个就是让我可以支撑着。对，那可是你不用的时候嘞。这个是直接一转下就可以整个拆掉，它可以拆下，也不用工具哦，就很方便。就你收的时候，它的体积更小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跟我一般的吉他，你看从脖子开始到下面，基本上长度是应该是一样长的。对，就是它的 scale 都还是一样。像我这个应该就是跟你的比较接近，是 25.5 寸的。我们今天会特别介绍这个牌子的琴，那主要当然就是我们选铺跟二手市集有卖。哇，这么直白啊！
对，我们就直接讲，就是我们手上这两把，以及我们还有一把，那什么颜色？那个 Tiffany 绿那种。就主要这两个型号，就在于说，哎、欸，你喜不喜欢穿透型的琴？我说到近年其实蛮多厂商开始推无头型的，哎、欸，那刚好这个就是无头型啊，它长得比较可爱一点啊，它没有一般无头型长得那么潮。嗯、它特别的地方是它设计，它旋钮是在这个位置，好、欸、像把 Last Paul 的头直接这样反着。嗯，对对对对，然后那个弦后面的豆豆在这边，就从这边穿过去。它装弦的方向是相反。那这把吉他呢？其实你看它这样蛮简单的，它其实功能蛮多的。第一个就是，当然我们有音量钮跟痛钮，哎、欸，这个是切单双，哎、欸，这是一个小的双线圈拾音器，对，所以它是可以切单双。我们听看，那我们这边，哎、欸，先听看单线圈的声音。双线圈，大家看我这边弹 clean tone 就怪怪的，对，所以我还是试一下波音，好不好？好。你看，它是主要就是切单双的功能。对，它虽然做成像单线圈的尺寸，不过就是它是放一个小双拾音器。嗯嗯。对，然后另外呢，这边插孔除了我们一般的六点导风 jack， 对，插导线、插音箱的以外，它这边有很特别一个接耳机。对对，它有一个 pre 在里面，所以这个是要装电池，它的两颗四号电池，就跟电池其实也不大一样。对，我们看这个通常会觉得是一个9V 电池，不是，它是放两个四号电池，对，所以俗称三 A 了。就是同一个，因为我那天买电池有买错。不是啊，因为他那天说他电池，他说三 A， 然后我就拿两颗三号电池给他，我说三没有，三 A 是四号的意思，我很抱歉。它这边就是可以接耳机，那当然经过耳机的话，它就是应该本身内建还是有 clean 音箱的一些概念了，让你可以在自己随时没有带音箱的时候，可以将就听一下，因为毕竟你没有接效果器这些东西。对对对。对，可是就练习的时候算是很好用的东西。另外，如果你想要跟自己建的话，这边还有一个 AUX 音 ，AUX 音，对，就是你可以输入你的音乐，你的手机、电脑音乐可以直接插进，然后就统一从耳机出来。所以最残忍的练法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怎样？只有 clean tone、AUX in 进节拍器。哦，这超凶狠的，人生无聊至极。对，就是你。假如说你是一个机师，你自动导航开始后，你就在飞机上插着耳机自己开始练琴。对啦，因为这个品牌一开始是给那种比如说要长途旅行的工作的人用，比如说你是像他刚刚讲机师，比如说跑业务的，他可能一开就是开一两百公里，然后到饭店之后有把琴带在身边，可以想弹一下就弹一下这样。对，对对对。然后加上其实我们就讲说，随着时间功能会有调整。嗯，像今天如果你出国要准备隔离14天的时候，哎，这把琴带着绝对没错。应该是可以插在行李箱里面，没问题。对，像尤其这个，我说它这个是可以拆掉，所以它琴身你装在行李箱大概就只有那么，就只有到这边而已。对，就中间这个方框的部分很短，对对，随身的保护自己的利器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这个 Travelcaster。Travelcaster 的话，它就是一个很标准的单配置，就是一个水的配置啦。然后它还有一个两点式要做嘛。摇起来有感觉有差吗？我觉得它算蛮灵敏的摇感啊。我就弹到这里就好了。其实我觉得就除了体积以外，其实它就很 Fender， 就功能完整啊，对对对，就是标准的单线圈的 sound 嘛，对不对？嗯。可是像你这一把的话，就比较没有像我刚刚有这两个可以耳机的功能。对啊，它也没有要装电池什么，它其实就是一把 straight， 然后 body 削掉了一部分。嗯，哦，它插孔在后面。对，而且它的那个孔在后面。哇，好酷哦！为了节省体积吧。其实有些地方的话，他们也讲另外功能，就可能给小朋友弹。哦，就是小孩子可能他还没长那么
成人这个 size。嗯，对。主要是桶身其实抱起来的感觉，当然讲电吉他讲桶身怪怪的，可是就是其实这边重心靠下去的感觉。对，有些人他们会建议说，哎、欸，别人可以用这种吉他，因为其实第一个它 scale 的长度是一样的，就变成说。你未来转一般吉他的时候也可以，然后这个琴其实我觉得在声音上面我自己是觉得蛮好的，就是它是一个蛮全面适用，就还蛮够用的啦。对，对于说你真的是出去旅行，然后对声音，当然全体积吉他它有它设计理念，嗯，但是这个吉他就是出外旅游，你不会觉得你带了一把玩具在身上，而且给小朋友用有一个很直接，就是那个他因为他 body 少了一块，对不对、嗯？所以小朋友那个手肩膀要跨过去，其实没有那么辛苦啊。对，不要看他琴身小，但是他其实。一把吉他该有的功能，它所有都保留给你了。对，那它就是为让你方便旅行使用。嗯，毕竟它也发展30年了。对啊，对，而且其实它在美国算是一个很长销的品牌，就是说它在每年、嗯、包括 Name Show 那我们都可以在场内看到它。你会看到它很酷哦，它有个室外的景，它是弄一个露营车，还有萤火假的萤火了。哦，上次去 Name 你有看到吗？啊，对对对，然后就是他们就把琴挂在那边，让大家就可以很随意去坐在它那个。椅子上面就很轻松去弹吉他，自以为在露营。对对对对，在 Name Show 会场露营，其实蛮嗨的。就我觉得它的意向其实很明显，对吧、啊？而且它价格其实蛮平易近人。对，尤其是这种无头琴，其实基本上通常其实无头琴都蛮贵的。哎、欸，这个就没有，對對對，其实蛮方便。我个人是很喜欢无头琴的，尤其这个我们俗称那种台湾讲大红凤。哦，你说那个颜色？对，我觉得它就是那种赛车意向很明显、啊、，Speedster， 对不对？对啊，它名字都叫 Speedster 了。如果大家对这两把琴有兴趣，哎，这把琴还记得还有绿色的哦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乐手潮选铺，马上就会在上面上架了。嗯，而且它这个那个居然是 Satin 的，好爽啊！对，很多。不过我这个是有上漆的 ，Gross 的啊。对对对对对，你都做成这样，还不做 Gross 很奇怪。对，可是帅啊！好，真的大黄蜂这个颜色，真的，我觉得应该很少人可以抵抗这个颜色。我可以。哎、欸，我还是没交通工具的人，你是有交通工具的人的哦。我车就黑的、啊，那玩团玩得很彻底，车子都蛮黑的。我连衣服，我今天全身黑，衣服也黑的。我说袜子不是黑的，这为什么？这有熊吗？对。好，乐手上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太废了吧，这个机会。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频道，你可以在各大平台收听我们的乐手潮 Podcast。如果你想要乐器与周边的话，可以到乐手潮市集及乐手潮选铺。当然，别错过我们乐手潮网站，获得最新的音乐与乐器相关资讯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